要死我，最近这贼其中有个歹气。厉害的水天使来了，让我来看看你是怎么浪费水的。走。咦，那不定啊，这个没叮当，应该是有漏水哦。先帮你看马桶有没有漏。老醉了，紧叫这边行来修理。嗯，你看，这就是来看大楼，这还在送啊。阿姨，太浪费了啦，帮你调水头，刚好就好。要帮你装省水龙头，你看，还可以360度旋转哦。赞哦，安尼就再叫老公洗碗。嗯。最后再帮你验水值，那我就看你好不哦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水费单的数字不一样了吧？我的嘞，省很多哎、欸，果然省水就是省钱哦。